真心英雄系列执法金刚，特立独行的执法人员，长官眼里的头痛人物。如果把你们两个只留在交通队里，那也埋没了你们的热血沸腾。跟这样，有没有兴趣调一个单位，到一个真枪实弹打击罪犯的单位？同学，上头一道命令下来，我们就抓人，不分好人坏人，你都不会问自己在做什么吗？我们到底是维护正义的执法人员，还是拆散别人家庭的刽子手？内心始终无法平静，肆无忌惮纵身在酒缸和赌桌上。陈旭秀，你为什么活得这么痛苦？难道没有其他方式可以解决吗？那天那把枪，那颗子弹，竟然没有击发。是上天给予重生的机会，还是无尽痛苦的轮回？执法金刚，8月30号起，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。